当我做了一个吃豆地图，放上地板，加上字牌，放上豆子，这边加上空气墙，放上箱子，加上豆子。太太理想了，该开饭了。哎呀，进来就看到这么多豆子，快吃快吃。Later. 不行，这边一分豆吃起来太慢了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它是假豆？什么尊嘟假豆？不就是电箱挑？不是，这怎么回事？哇，原来有空气墙，那还挑什么？直接跑过去就行。哎，不是，这怎么过不去？试试能不能从上面过去。可以，哈哈，快吃。完蛋。里面还有一个，再看看这个传送门，好像还没进去过。这边有个平台，我们跳上去试试，然后再换一个跳上去。这么多火箭筒，难道要把上面的豆子都打下去？多亏我练过，不然还真不好拿捏。这作者真发明了一种全新吃豆。现在差不多了，我们开吃。2 hours later. 不过你们说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们直接跳过去就行？啊，大家全当刚才什么都没发生啊！成功通关。对了，锦旗蛋仔岛出现了很多诈骗蛋，送皮肤送蛋币不要信，各位蛋仔们保护好自己。